你吃什么？我们也吐了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出发喽！难得回家，绝对得吃上一餐螃蟹，而且一定要到马六甲吃哦。哦，那个放 exercise。你把高一高。就是那么准，特地打包螃蟹大餐回来酒店慢慢的啃，然后好好记录一下，却碰上酒店的防火演习。这将会是这一整个视频的背景音乐哦，我的端端懒端端。我们总共点了三种口味的螃蟹，一份加大再加大的芝士大虾米粉，还有几个配菜。哦，它是扁的，其实是荷叶包，还是？我们在看海式螃蟹啊，极爽 ！My God， 一盒两百，那盒两百。先来一口沾满浓浓的芝士汤汁的米粉。小子很喜欢吃虾，这个浓郁的芝士酱泡饭，小子吃得可开心了。他那贪吃的娘已经吃得忘我了。谢谢姐姐帮忙照顾小子吃饭。好吃。你吃什么？这个还有高的。你吃饭跟什么？鱼虾，好吃吗？你的骨给我看一下。你的骨是这样啊？你看他那个贼贼的眼神，吃一口给我看看，你会吃吗？看你会吃饭吗？阿姨看你会吃饭吗？哦，这样子的哈，可以再大口一点吗？咬咬吞先，有没有好吃？大口一点，好吃。你吃什么？这个还有高的，有一点。你吃饭跟什么？鸡脖。虾。虾。虾。鸡肉。好吃吗？比一个 good 给我看一下，你的 good 是这样啊？妈妈，OK。酸辣跟咸蛋应该没有差。拿他的一百水，还要喝他一百水。妈妈。其实这个米粉哦，但是哦，不用特地加虾，应该要加米粉。没有，我们叫中了。没有，我们加很多。没有多海。有啊，在那个纸袋里面给我丢下去的。姐姐说的对，还真是米粉比大虾好吃，虾头比虾肉好吃。明年回来还要来吃。而且要加米粉。青龙菜，青龙菜听说是由一位姓刘的农夫研发耕种的，而且他是金马仑唯一栽种青龙菜的菜农。沙老菜，阿姨，你好吃。沙劳越菜属于蕨类的野菜，长在沼泽地带，爽脆鲜甜，天生天养，无农药，充满铁质，营养价值高。咬看他的钱，这个比较大。所以你要，你是又帮你咬吗？妈妈，你骗人的，你用手粘上去的。哎，好了，准备打四个吧。哦 ，OK， 可能你用这个站在前面这样。妙姐，你慢慢加距离。我谁放屁？你有吗？叫我拿啊，可以的，我还有三只手指相近啊。是哦，变妹妹。妈妈，闭嘴！你不要把水喷在头上啊。因为我们这一次要了三种口味，店家就选了比较小的螃蟹，
每一种口味里有两只螃蟹，蟹钳的个头虽然没有像去年的那么大，但是蟹肉扎实的质地还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吃辣椒螃蟹，这个很像素颜烧啊，比素颜烧辣一点。吃螃蟹，你们比较喜欢吃哪一个部位呢？记得吃螃蟹的时候，蟹腮、蟹心、蟹胃、蟹肠最好不要吃哦。我最喜欢的当然就是蟹钳，一口闷，那股满足感很爽快。最后一个口味是干香螃蟹，香香辣辣的，一定要留在最后吃。钳子，哇！男性妈妈六姐一定要吃的螃蟹，你看这个肉，厚厚的。吃到相机都没有电了，一年一度的螃蟹大餐，我吃得太满足了。吃完正餐，怎么可以少了甜品呢？打包螃蟹的时候，我们也买了网红店的千层蛋糕。CEO Latte， 这个是 CEO Latte， 哎呦，被我们搞了。还有酒店天天新鲜出炉的 cookies， 真的是热的嘞，这 cookies 真的是诚意满满啊，不只有巧克力粒，里头是满满的坚果，还要拍照。它里面还放冰袋，都是这样的哦。Standard。网上说千层蛋糕是起源于日本，很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向欧洲学习法餐的料理和甜点，也学习了如何制作可丽饼，后来发明了千层蛋糕，并将它带到美国。时至今日，千层蛋糕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，在亚洲地区尤其受欢迎。我觉得它比拿铁就好吃，它的那个 pancake 比较 solid 一点，可是又不是硬啊。吃千层蛋糕就是要用叉子慢慢的切断每一片可丽饼，这微妙的手感很治愈，原味和巧克力味的都不错，但是抹茶的味道最突出，好吃。吃饱喝足，把垃圾处理好后，我们就到泳池动一动，消消食。晚上还要到一家不错的餐厅探店呢。这酒店的泳池能看到不错的风景，海景。哇！比起吃，小子更喜欢玩水。平常他陪着我吃，那么现在就到我陪着他玩水喽。